这里这八年来啊，我头壳内面袂出脑一只渣，但我唔知讲什么时阵会爆炸。起码我都一句话阿伯，没有一讲，就是阿伯对，我虾米办？你莫要白讲，已经有讲过，这是一个后遗症，什么转机？而且你看，起码医术愈来愈发达啦，我相信一定有愈来愈好的药啊，会当治好你的头痛。那你那边？ 等下台湾去跑，电话登记的时间无够，即间我想要找我朋友介绍迄个名医替我做一个彻底的检查，无得就会真正我都治好头痛的毛病，咱咪当趁即间登去台湾啊，甲咱集团的台湾发展的代志，甲定落来啊！拢是啥物时阵啊？你搁咧想康亏代志？我讲过，台湾的代志我来处理就好啊。 我可能希望你能永远陪在我的身躯边。我哪敢帮你家己人在遐辛苦啦？我捌答应过你啦，不管讲你人伫倒位，我拢会陪你身躯边啊。你即马讲够好啊？我是真正做想要甲我头条这镜头医也好啊。 我不答应过你啊！我想要牵着你的手，带你来一个冰岛看极光，去瑞士滑雪，能够真多代志袂做。我真无希望讲，因为我头痛的症状，甲咱的生活不甲你乱七八糟。啊，若无得甲我头咧疼，你看到我头痛，你就艰苦；看到你艰苦，我的心电都是愈疼。那是因为。 我希望我会当代替你道歉。那你不敢吗？阿明，咱等下台湾去看卖啊，这咪是为着咱幸福的未来，好不好？我拢听你的。 你敢无熟悉？无熟悉，上轮椅还较细只啦。失礼，失礼，失礼。你叫做钢铁哦。 你也当唔行，想做要坐轮椅啊？是。相公用行就袂当坐轮椅啊？这位小姐，我若是身体好好，想要要坐轮椅。有的人患病吼，是外表看袂出来，毋是好脚好手提身体健康，无亲像一挂人，敢若看起来规张好好，心内有病，嘛看袂出来啊。你啥物意思啊？ 我也无讲啥，想做要这种态度。拄则我远远就看到啊，你家己行路嘛无看路头咧咧，你是凭啥物怪问啊？而且阮翁身体无爽快，佫替你捡物件，你佫态度遮尔歹，一点仔同理心拢无，恁爸母是安怎教你的？那你，你真正是莫名其妙呢，这跟阮爸母有啥物关系啊？好，这病医，大拢无歹，唔通冤家，好，歹势，想唔到。 哎，小娜，你个头痛还是？来，小爱，紧传急救快医生。
原来人真正无爽快哦，歹势啦。秦穆太太，医生，我的报告刚出来啊。有啦，我拄好替秦穆先生哦做脑部的核磁共振啊，我甲伊脑内液有受伤呢，不过这看起来应该哦足久以前的伤。是啦，我翁伫个二十几年前捌出过车祸，啊，伊会常常头痛，敢因为这个骨伤的关系？那是照核磁共振的影像安尼看起来，并无血管呢。伊头壳痛，嘛毋是骨伤所造成的。那呢，伊这骨伤若是治疗好，伊以前的记忆，敢会阁收起来？咱人哦，若若受伤了后阵哦，要恢复记忆的几率咯，是足低的啦。但是哦，嘛是有机会的啦。但是伊恁翁哦，即卖状况哦，我毋敢甲伊挂保证呢。我知啊，多谢医生。那呢，我翁刷来检查，都阁麻烦你啊。啊，袂啦。小凶凶，哎，先跟你提出，你甲我讲，我是个人处理啊。爸，我无代志啦，是我，是迄个人。这个人不知发生什么代志，受着重的伤。好佳哉，小发现伊还搁咧喘气，拄只医生嘛讲是命大。我关起来，是。你从啥？爸，你从啥？这人袂当活，明道，你走。我哪会喜欢你当兄？是爸你。你到学校找找。明道，快回来！别走。爸，这是一条人命嘞，你哪当来伤害伊？你无所了解。条诶，像我，我不爱，爸，我不爱和你唱个百会啊！你若果唔听话，我真要要生气哦！我唔管，你若想要给他抬死，你就先给我抬死！明道，星星。你真是哪哦？我哪里家？
我是谁？先生，你现在敢想会起来你叫什么名？这张相片内底有你，其他两位，你敢会记是啥物人？进前一定受到很大的刺激，尽量唔通让伊看到会影响情绪的物件。来，是该说等于北方。你要带去日本？嘛唔对，医生讲伊头壳内底拢是痛苦的记忆，伊唔只会逐工做噩梦，逐工头痛。我有探听到一个，伫日本会当催眠的医生，会当替伊创造假性记忆，会当让伊袂记一切，袂记痛苦。我要带伊去遐。美娜，你敢知影你伫做啥？我知道，我伫替你赎罪。我知影，我喜欢伊，我要爱伊好好活落去。你要我安怎做？给我两本护照，加一笔钱。医生讲已经完成催眠治疗啊。啊，多谢。那呢，伊伤痕呢？伊手顶头的刀疤，啊，甲巴肚顶头的枪伤，都已经照你意思处理好势啊。这摆的手术哦，非常的成功。多谢你。啊，真是啊，会吹打无？我倒地去啉好无？我感觉我睡了很久了，因为你出意外，你昏迷很久了，我就烦恼了。我发生意外？那你是谁啊？我是您太太啊，长谷川奈美，哈西高纳米，你袂记啊？等等，你讲你是我的太太，你讲哈什么纳米啊？哪里挂的？我是谁？你是青木洋介 ，Aoki Yusuke。青木洋介，我。